今行くからね。初めてです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我们的 KO Ballstar。 今天是7月2号星期二。好，上一期已经演示刷金币嘛，刷金币，然后有网友留言啊，留言我们来看一下，就金币组合，然后有一些属性卡吧，属性卡你们看你们没有啦，也许搞不好都分解掉也不一定，不小心就分解掉了，因为有时候五星卡我就这样无脑把它分解掉了。好，昨天我是用这个老旧的组合嘛，老旧的组合，这种组合的打手哦，打手我们来看一下，打手是12-13%嘛，这个好像更低吧，这个才12%而已，然后这个是也是12-13%，然后有网友留言啊，留言就金卡法。还有这个不速之客爱丽丝，还有这个希尔韦啊，希尔韦也是金币组合。我们来看打手，这更多啊，十二六，好像多一点吧，12-6。然后这个看一下，这个也是12-6，就更多一点，就稍微多一点。如果不在乎的话，用旧的组合也没差，就差一些嘛，就多刷一点。好，12-6。然后属性卡有那个欢庆周年庆，以前的周年庆属性卡，还有不平静的假期，慈悲小姐。那不平静的假期跟那个慈悲小姐，我已经忘记他们长什么样子了。那属性卡这边我不知道还在不在，因为这边也没办法搜寻嘛，你要再去找一下。上一期的网友留言啊，因为我真的是太少用了啦，我没有在管这个金币卡的。好，这个是周年庆一周年，你要升级一下啦，升级一下它那个效果才会上去。要把这个提升一下嘛，它才会增加5.6%哦。然后这边是3周年，刚才是1周年嘛，我不知道2周年有没有啦，也许有吧，不知道跑去哪了，可能也没开吧，有时候在那个宝箱里面没有管，反正这些东西都要被回收了。我们没有5周年，5周年就是结束营运啊。好，这张有吧，15%够多了吧？这张，哦，15%，这张比较少一点，这张是5.6%，比较少，那就20%啦。这个组合更好啊。然后你那个最新的那个卡好像有2套吧，还是3套？要去换或是要去打副本啊？我现在只有弄一套嘛，这个。最后的舞台啊，大概就这样吧，大概就这样。反正我也不一定会去洗金币啊，因为除非你有想弄的格斗家，你有想弄的格斗家，你才要去弄这个嘛。反正我 AP 够多啊，我手上券也够多，还不至于用完，还不至于要去刷金币换这个出啊。主要是你金币要换这个吧，你想要搞强的话啊。这里今天就来玩这个八神吧，八神都还没玩，技能啊效果啊完全都还没看，我是新手，超级新手。从礼拜四到今天已经几天了，已经多少，四礼拜四改版嘛，礼拜四礼拜五四五六日一五天了，哦，五天了。然后这个活动，它这个是显示14天啊，就是有点像以前的神盾吧。你们看一下，这个
哦，不是哦，这个是哦，看错，这是12天，121天，看错。这个应该就这些次数了吧？我不知道下礼拜是，我不知道这礼拜是会不会更新哦，因为它这个是礼拜四开启的。理论上，我建议你还是把它打一打，能打赶快打一打。我还没打完，有些我还没打。就是我不知道这是每个礼拜会，还是2个礼拜会，还是100多天才一次奖励，大概率就是100多天的啦，大概率就是这个啦。没把握之前就用练习的，不知道礼拜四再观察一下吧。好，那每天的那个交易所，这个白嫖券必换，好不好？必换。那这个你就慢慢换吧，这个一定要换，这个才1000嘛，你一定够，你一定够，绝对够，只要你肯玩的话，绝对够。然后这个都是一些勋章啊，这个绝对无所谓，这个比较没差，纪念碎片什么的，这我感觉还好。像我今天6000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有8000呢、啊，今天好像有转到8000，转到6000的吧，所以我就有8000呢、啊，我都没有可以换。我礼拜天是换到这边了、啊，所以我现在星星会少一个吧，反正每周可以换这么多，换到爽。以前这都要氪金欸，氪金欸，星星月亮有一颗要氪的呢。后来全部都给了，现在都给了。那我们今天来白嫖一下吧。我有2枚大币啊，有没有抽到啊？好像没有欸。哎，抽到了！我没认真看这个讯息。哦呦，哦呦！嘿嘿嘿，真的好抽，真好抽啊！这游戏这么佛啊，超佛的游戏还不赶快玩？哇嘞，霸王丸好烂，竟然抽歪了！哦，这是 EX 啊，EX 还好。啊，抽到了，漂亮了，陈可汗。我这是这次的第二轮呐、啊，哦，第一轮我就抽到3只而已，真的第一轮我就有3只，就是8神1星，然后陈可汗90等，然后一张保底券。那这是第二轮，第二轮目前都是白嫖，用代币中，用代币中，用了40枚了，反正每天20抽啊，每天10抽我就赌看一下看一下，九只你这个都，你想要抽谁都可以啊。这些什么泰瑞啊，泰瑞也蛮猛的啊，泰瑞也蛮猛，蓝属性我可能下次会锁定泰瑞吧，因为我没有蓝属性猛的啊，完全没有，就是我工厂的部分蓝属性不能刷。啊，这个少爷，泰瑞少爷蓝属性的，蓝属性抢了就这2只而已啊，这2只不抢啊，这个不抢，就这2只。我先把这个弄好，哎，我现在都已经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陈可汗可以1星的，然后8神，可以2星。那我们今天就稍微玩一下，我也没有很熟啊，我比大家还不熟啊。988神，封八，我第一个格斗家就是978神。那个这边有回顾的我的记录，而且我是开服当天就玩了，所以我那个记录有。我这是模拟器啊，要看的话要开，我这是电脑版，要开的话要看电脑版，要看模拟器，抱歉，模拟器，它就会秀我是开服日一直到今天玩到今天，它也会有个时间嘛。然后下面是你第一个格斗家，第一个比较强的格斗家吧，我是978神，我那时候就抽到978神，我没有那个刷手刷。就是抽到什么就玩什么，那时候大家都在疯刷手刷嘛，
然后刷到八神的话，可以卖账号。那时候什么8591有在卖账号吧？然后那时候有那个有观众去日服玩，也是买账号，买账号他会给你好几万红宝石，你可以去抽角色，就是人家刷的嘛，他们就开大量的账号在那边刷，然后卖你，可以玩日服或台服。啊，黄属性融合攻击70%攻击力，我来看一下吧，细细品尝一下这个优衣格洛优衣。获得4个血之契约堆叠，然后13秒内技能3冷却少40%，13秒内，也就是它是持续会减少40%，是不是？然后这边有一个 auto 状态，跟那个。草剃金一样，这两只搞不好是一起设计的吧？草剃是一吧？因为我们封面有草剃跟八神啊，我觉得他们搞不好就一起设计的，因为常常我们的 SS 草剃啊、SS 八神啊，或是15年的草剃又15年的八神，他们设计的技能都感觉都很像。你们自己看，这里。也是有这个什么堆叠，然后这个冷却40%，然后这个是主动击杀，auto 的时候开 auto 的时候，哇，难怪我在那个开 auto 草刷那个工厂的时候还蛮猛的，还蛮猛的，原来如此啊，难怪草地刷工厂好猛哦，开自动好猛，我现在才惊觉到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个刷工厂应该也蛮猛的啦，因为你刷工厂一定是开自动嘛，这个很像。然后这是立刻获得血的暴走，然后有6个血之契约。刚刚那个草地是草地剑，草地剑好像3个吧，2、3个吧。这边是主动击伤害增加200%，然后攻击移动速度还会增加，暴击率增加。啊，就都有诶、欸，投掷打击掌控都有诶、欸。那就是投机打击、掌控都有啊。OK，了解。这是 PVE 啊，我现在的话是这样吧。一星的话是这样。哎，应该吧？对，一星的话应该是这样。这个要3星，啊，这个要5星。那一星的话是长这样。一星的话是长这样，所以一星的话你就放 PUE 吧，PUE 比较强，你就先 P Awaken，然后再放这个，就会变 PUE。啊，技能一，我觉得这只角色跑好快哦，技能打好快哦，因为那个今天好像时间竞速有这只角色吧，我有玩一下，就玩一场而已啊。百八式暗佛。我让敌人移动速度减少，然后恐惧，啊，一个掌风，然后这是他的极限护甲，投掷技抓人，解除对象防御，然后这边 PVP 的，哇，解除一堆东西呀、啊，这解除超多啊，自己看，极限护甲、超级护甲、暴盾、护盾、免疫伤害全部解除了，对方直接不用免死，就直接把他秒掉了，好、啊，这技能三。一样是减少冷却吧。打到的时候是可以减少冷却哦，然后打到越多敌人的时候，技能三的伤害系数会再增加。然后没有血的暴走的话，它的暴击力还会再增加。OK，反正看起来就一二三吧，按过去。然后这个 finish 技加气势加顽疾技伤害。完结技为什么有一个联动啊？哦，抱歉抱歉，这是技能三啊，哦，这是 finish 技啊，为什么它这还会有一个 active？根据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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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哦，好吧，它里面有一个什么根据什么什么的，堆叠术获得血之契约的堆叠，只有血的暴走的话，完结技伤害增加变成3000%，气势加40%，这边是2000%、3000%、30%。
时间的关系啦，我就稍微看一下。一般啊，无法装备磁卡。好，赶快来看一下核心。消灭敌人获得一组的果实，就有八个。技能暴击命中精英首领时，可以获得一组的果实，一组的果实，伤害系数74。好，然后暴击命中有灼伤暗黑在这边，那双负面啊。那一般攻击有，跟那个草剃一样，一般攻击的时候会有那个草剃剑在头上。哦，一样意思啊，反正就一堆联动吧，一堆那个 combo 技 combo 起来。哦，一样有回血、超级护甲，跟草剃很像，跟草剃很像，就技能的那个效果都差不多。赶快来玩一下啊！没练哦，没练哦，我怎么那么懒啊？都还没练。好，我们跳过，我练一下。好，基本练好了，好，基本练好了。那我这只还有什么没练啊？核心练了吗？好像还没练，就啥都没练啊。抽完之后就不管它了。欸，我要什么东西？一般的，这样不知道够不够，多少一点好了。反正 AP 扫荡券不值钱。好，我这边只有10点内就不管了。觉醒石也还没装啊。觉醒石我有换吗？放哪边啊？这里，圆形的。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欸。那是第十弹吗？看起来是啊。第十弹主动技加伤害哦。反正你无所谓，你要换什么都可以啊。应该是第十弹没错。啊，我们的 UV 格斗家在第十弹的时候GG 了，结束了，伤心啊，伤心啊，画下句点，就大家就可以喘一口气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喘一口气的，给他刷一下，太慢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下。直接用这个，等下直接用那个最强的怎么样？最强给他用下去，反正也没差啊，反正我这900多根呢、啊，怎么样？连续强化，最强的给他下去，好快哦，已经无所谓了，嗯。不用省资源啊，什么都不用省的。我那个小号日常，我那个小号还有开起来在玩呢、欸，其实好像也无所谓的。真的，因为也没机会用了。小号的话也不到10万红宝石吧，然后也没有再弄那些什么白嫖代币啊。好，体验一下那个伤害。打一下这个经验副本，我不知道 OP 多少，有没有1500啊？以前都会有一个活动啊，rush 啊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不用用了，不用用这个组合了。啊，好，就这个啦，就这个98互配，OP 1500刚好。我先玩一下手感啊，伤害就不测了，一星二也没什么好测的。今天就养成一下，然后技能看一看，核心看一看，然后这个手感看一下，很快有没有？比风暴还要快，真的是太疯狂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
就是我可以累积那个血之契约吧，然后技能3可以连用，是不是？看起来是这样的，好不好？怎么那么疯狂？好 ，PUE， 太疯狂了！这次的机制我还不是很懂，但是太疯狂了，我只能说一个字啊，狂啊！ 太狂了，草地还没那么夸张，草地就，哎，死掉了，不能撤。好，打一下那个路卡，我及时吧。那技能为什么会可以连按？<笑>为什么？马上来理解一下。这边我自己来看一下哦。 我自己来看一下，然后看懂了再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好，暂时刚刚是技能3嘛，技能3这边说每当命中时，剩余的技能冷却减少20%，会不会是因为我打到很多敌人，然后就直接减掉了？有可能吧，是不是？然后冷却时间是 0.25秒。 我们再打一次，3嘛，对不对？咻！哎，还好啊。 还是我要先累积啊！哦，我懂了，就是我有8秒的那个什么血的暴走啊，技能是可以连按的，啊，真的下面有一个时间轴啊，大家有发现哦？所以跟那个减冷却不太一样。 不是我说的那样啊，就有8秒，那可能就是这个吧，就是我们消灭敌人啊，可以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这个啊，暴击命中获得血之契约吧，然后堆叠，然后8个的时候变成血的暴走啊，血的暴走就这样。 最多获得什么8个着装剂再次使用效果，就是我可以连放8次，是不是？蹦蹦蹦蹦蹦蹦，这边写的啊，8个，哦，8个，然后再次使用效果，并强化技能3啊，就技能3可以连用啊，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吧？好的，技能啊，技能3，看起来是这样。好啦，小玩一下，小玩一下那个路卡尔。 我今天没打啊，我今天没打，我今天忘了打，好像也无所谓了，不打也没差。我是桌上刚刚黑嘛，对不对？随便打一下一级的吧。啊哈哈哈，好吵啊你。Go。 今天完全没打，我们工会就剩30几个活药的人吧，还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说要回来工会，就给他加下去，还要加好友比较麻烦啦，因为那个他之前是被我踢掉了吧，跑出来了，他就8下。 我好猛哦，好猛哦，真的好猛！我才一星而已，兄弟，一星可以这么猛哦？一星可以这么猛吗？<笑>
好疯狂啊！为什么这么强啊？角色是最后一只角色啊！对对，一心二也可以打一 T 哦。好啦，一 T 啊，一心一 T， 真强。这个不会是上画天花板了吧？最后一只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可以喜欢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